头这儿好像还可以，可能有点什么好吃的。您这特色是啥呀？肠粉呐，海鲜肠粉。粉。里面有虾，有蚝，有鱿鱼，有鸡蛋，有萝卜干，有菜蛋里面。这个就不用养，方便好多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啥样子？没见过。哇哇，看起来很不错哎。我又来到这个拱北口岸了，昨天晚上没有走出去，回去反省了一下。现在是两点钟，昨晚上实在太晚了，然后警察不让我出去，反省的结果就是也确实，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口岸怎么能说去就出呢？当年纳粹的时候，那么多犹太人死在德国，不是他们不想跑，是应该出不去吧。所以呢，今天选了一个良辰吉日，下午2点，所有的系统应该都开着吧，应该会让我走吧。他要查我的机票，要查我的注册信息、学校、财政状况、言论状况、政治情况，还有一些其他不方便跟我说的内容。看喽。你好，我这个显示让我走人工通道。可以，后座都走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让我在这站着等，他们下一会儿。等着呗。怎么操作吗？然后是广东澳门。从这里开始填了。填是吧？可以了，把它关了，截屏就可以了是吧？好的。搞定。给了我一共7天的入境时间，到11月2号，哈哈，直接就是西班牙语了。Augusto。上葡京800万已经开幕啦，完蛋了，我发现真的没有钱哦，那我要该咋整？你好，能看一下吗？谢谢。免费。啊，免费，谢谢。这都是Le Parisien、Venetien 这些系统，怎么还是西班牙语的吧？萨尔，这是法语是吗？你好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啊，对，机坪，接好了。然后嘞？还有去新葡京还是上葡京啊？哪个都行。上葡京啊，你怎么要去？哪个更好玩一些？差不多，那就上葡京呗，早一点。上葡京也更好一点哦。气派啊 ！Casino Lisboa， 谢谢你。大狮子，中国银行 ，Banco da China。
哦，这就是英皇啊。还是个小城市的感觉。啊，就是 casino 和 hotel 其实混合在一起的呗。你好。到赌场看了一圈，发现世界各地的赌场是一样的，摩纳哥呀，美国那边呀，都一样的东西。这个地方比直布罗陀还要小。赌博辅导热线的。Lisboa， 哇，好大！你好，您这边付钱的话可以微信、支付宝都可以，就是大陆的微信、支付宝都可以是吧？好的，谢谢。行，你们这儿有什么呀？沐浴碗。好的。很猛啊！好的，谢谢。炮兵马。此炮台在1617年建造。哇，真的还有葡萄牙人啊！隔江相望的就是珠海了呀。普京 Grand Lisboa 1861年，真的就是在守卫一段大葡萄牙帝国的荣光。可惜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这炮筒的设计和美国不太一样。这边起步价是
25。加行李25。这个货币名字叫什么名字？澳门币啊。就澳门币是吧？嗯，澳门。我们本地人呢，说粤语就说胡币也有人。